茶水间 KTV 欢迎鲜肉们。所以我们拉了一位小鲜肉来那个当做配角，配角衬是一衬托一下，下水一脚 ，OK， 时间既然来到我们 KTV， 真的是要需要一些水饺了。哦，还有那个牛肉面。对，那既然来到我们这个茶水间 KTV， 那就不免就是一定要先清唱一个。Oh my god！ 好 ，T 不要起太高。他超有自信，他超会，他脸超微的。崩溃，太高了，真的。Beyonce 哦。我为你疯狂，是太高了。我个人听好像也觉得蛮高的。但是他想 diss 谁啊？超高的。但第一点，他很专业，他每次茶水间 KTV 都一定要点 KKBOX 端序。我现在趁机来帮忙冲排行榜 KKBOX 端序，多多向 KKBOX 听端序。OK， 你看你刚刚因为而已啊。我为你疯狂，我为你逞强。我不停地追寻着你的模样，谁为爱逃亡，谁为爱受伤，谁被困在杂讯里不肯退让，一瞬间闪退，忘了我是谁，断了讯的那天你模糊了脸庞，剩下我自问自答。好有趣，你看秋风只是这样子唱，然后很生气。那你是为什么手像中风一样这样？你是有发现？我手好像中风，手好像中风。我今天一定要回去看。一瞬间闪退，忘了我是谁。断了讯的那天，你模糊了脸。我这个角度一看过去，就看到你们两个手。真的，你好像这样子，很深情唱，然后以前像中风一样。我真的假的啦？真的，我不知道哎，完全不知道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耶。谢谢。那个 KKBOX 上面那个询问度也超高的，对啊，谢谢大家支持。这首歌是两位自己那个作词作曲的，哦对对对，这首歌的曲是由我写的，然后词是由我已经填的，所以是一首首次这样子的一个创作，然后觉得很兴奋，很期待，因为算是有合音的一些部分，是我们之前两位都没有尝试过的，嗯。所以你们那时候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是过程有很久吗？其实我觉得从开始构想歌词，然后最后从 MV 拍出来。整个大概两个月的时间，两个月的时间，对，其实算快吧，我不知道，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在中途的时候就发出了这个邀约，一杀青了之后，我们就他就开始作词，大概七八月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一做完的时候，我们就先直接去录音室录，所以还算是挺快的，就是在这里也稍微就是宣传一下。对，就是摇滚毕业生呢，即将是不是跟大家见面？明年年初。所以点两位是因为这部戏而结缘的。没错，没错。那老实说，子宏，你当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感觉感想是什么？我感想啊，就是。其实我听到这首歌，我那个时候是直接看 MV 啊，是哦，我就直接看 MV 听这首歌，然后我的感想就是黄伟晶为什么就是死都要用这首歌？因为整首 MV 重点就是因为像秋风子，他就可能各种角度就是给观众这样子，可是黄伟晶永远就是这样做的那个姿势，然后永远唱都是这样，我为你疯狂，然后永远都是这样唱。我这也受够了，看导演有没有生气吗？我就知道说现场那个状况，他真的就是这样子。其实这个 MV 是我导的啦，所以那个时候他要哇，你导的，我很有才华吧？我跟我的搭档一起导的，所以我们知道伟晶就是很喜欢用左眼，所以我们就是 OK 啊。对，對啊、他们就是你们这个对好好哦、喔，就让他从头到尾左眼。我觉得下次如果你们还有合作机会，然后如果就拍导演的话，我觉得你们要让他突破一下，真的必须。对他这十几年来用左眼，我真的用了，我真的很想揍他。不行，我真的突破不了，完全没有。可是因为他左右脸好像真的有差，因为他之前有做过那个对比，对对不对？很差，不是很差，很差很多。好啦，因为这首歌其实真的很好听，也算是我觉得有机会成为那个男男对唱歌曲的一首经典，对，一首经典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要在华语乐坛就是创造那个对唱情歌一波那个风潮，其实很困难。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有机会，超级有机会，因为它很朗朗上口。
对，曲跟词就是一个。会唱吗？我会唱，我刚刚不是就用左脸大唱一遍。有吗？有吗？你疯了，这样子。OK。好啦，因为难得伟静跟那个风泽都来了，然后因为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其实有蛮多首那种男男对唱或女女对唱的经典，想说都来了，不然我们就挑战一下好了。以往的那些像是算像经典致敬的那种感觉。那我们挑了几首比较好听的歌曲，然后也想说让你们拆开跟不同的搭档合作，伟静跟子弘一起唱一首歌。真的吗？拔河。拔河。真的啊，我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你在那边给我装什么？刚才你们歌词填了很久的。有事吗？哎，那个好兄弟来了，应该会唱歌吧。OK， 他准备好了。OK， 你准备好了。太低了吧！来认真一下，但是其实这首歌我是不太会唱。没关系，我想我一定会 cover 你的。OK， 所以我等一下会自动消音哦，你是 OK 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好，如果你真的不行，就自动消音。好。你为谁拔河？啊！叫我大走一波。被怎样？被我弄到走一波？啊啊！不是很会唱哦，好猛哦！而且因为我铺梗铺了这么久，为了什么？再一次。好，再一次。你为谁拔河？女人之间计较特别可。爱恨在拉扯。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。感情怎么分割？怎么曲折？都等他选择。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子歌？我在。OK。有一个很努力的，是我真的不会唱这首。我只能说黄伟晋果然是主唱。哎，那你合得很好。没有，他刚刚后面也跟上了，但是我觉得很好，唱得很好听。因为子弘刚刚一直在说话，今天一直在练习，我觉得他真的很。我有感受到你这样讲，我更丢脸了。我开玩笑说，我道歉了，知道的。他们说，我们求的是一个上进心。你给我出去！我们求的是一个上进心。伤了一些痕迹，出去。上进心呢？不要这样子。好了，我还是很好听啦，真的。超敷衍。烂。你的努力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就是拍片也要有会唱帅的，也要有丑角，好不好 ？OK。今天的角色自我定位非常的清楚。闭嘴。那你下次要不要来挑战？我可以挑战饶舌。对啊，饶舌单元啦。对，就是。好，下次为你特别 P 一个饶舌单元呢，好不好？那我要跟谁来？我跟宇宙的那个单曲。你也可以自己来啊。麻烦公司帮我跟宇宙发一首。你认真的吗？OK， 你小看我。OK， 我没有小看你。好，超越了，超越了。OK， 好了，好，我们就换那个风泽。我们风泽，不然就跟那个我们家的神奇真一起唱，他也很会唱。好，那我没有很会唱。先打预防，先打预防。他从昨天就开始练这首歌了，没有退路。但我觉得他们两个要挑战歌曲更难。哦，真的。因为 key 超高，叫《爱中飞行》这首歌。我们像三只孤鹰在爱中飞行，你追他的幻影，我却追你重伤的追寻，眼泪在这场游戏从来不肯停，就算我用生命送你远行也不停。敷衍，没有，我是认真的，我认真的，他刚才很认真这样。哎，风泽其实唱了，对，你可以驾驭这首歌哎。我蛮喜欢这首歌，就觉得你可以唱更，因为他还是以为是有点摇滚的那种感觉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所以你跟唱歌的那个歌手是新加坡人，是感觉，所以我是喜欢他的一个。因为你们都一样，就是都是新加坡人。一样都是男性。那你可以再唱更高，感觉你好像可以再唱更高一点哎。对啊。你刚刚好像你是在你的舒适的那个，但我刚刚唱的可能不是原 key 啊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可能可以再高一点啊。但是你可以挑战到多高？就第一句就好。第一句。我们像三只孤鹰在爱中飞行，你追他的幻影，我却追你重伤的军心，眼泪在这场游戏从来不肯停，就算我用生命送你远行。好可怕。
很感动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会遭惊，真的好高哦！对啊，但我也很常破音啊，只是因为我们每次太用力了，但是是好玩。因为他讲话声音其实低低沉沉、沙沙哑哑，但他唱歌是可以很高的，对，超有爆发力的。哎、欸，那你们若挑战女女对唱是可以的吗？因为你知道男生跟女生的音、欸、那个音域哈，还是什么 key 是不太一样，好像听说男生挑战女生的歌。好像是比较难度高一点，是吧？比较少见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。既然遇见了永远，就不要说再见。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输给了永远。我们曾经过那么多。考验，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。天哪！哇塞，太好听了！声音好好听哦，直接傻眼呢。真的很好听哎。对啊。那风泽试一下，是爱唱歌的人吗？就是去 KTV 会去唱 KTV 的人。对啊，你是吗？其实后来。当他变成一个工作，就变成比较在练歌，比较 不喜欢去 KTV 唱。可是如果跟朋友一起去的话，当然偶尔会唱一下，但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爱唱了。那你去 KTV 都唱谁的歌啊？我去 KTV， 我喜欢唱一些比较撕裂的，像比如说那首柯以伦的《零》，我蛮喜欢的。哦。然后偶尔会唱一些英文歌，就流行的歌啦。哦。还有什么？不一定哎。可是我觉得最有时候。不太喜欢的时候，每次到 KTV， 人家会就是叫我唱这些歌，我会觉得，因为平常就是唱都在唱，所以会觉得有点疲乏，所以会想要唱别的嘛。反正就不唱自己的歌为主就对了。我是比较唱平常在节目，我就是唱我自己真的喜欢的，不然就是唱一些比较闹的，就是可以气氛好一点。比较闹是？我也比较闹。像譬如说，我就不太会唱一些什么嘻哈 rap， 就会故意跟着他一起唱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跟着他们一起唱，就会很好笑。有吗？有啊，没有吗？没有吧？没有。你的闹的系列好像是另外一种吧？哪一种？哦，你说一些什么女团的歌啦，就是那种超唱跳级那种，很久以前的那种。爱情变恰恰还会变变哦，你说什么？你路数超广的耶，很广很广，就是一些老歌也可以拿出来闹这样子。啊！可是我通常还是很认真，很会唱很多。他喜欢的人就还是会认真。我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歌，女生的歌手的歌。那刚刚因为有提到那个去 KTV 喜欢唱的歌，今天我们有机会邀请那个韦静、风泽来唱唱你们自己平常喜欢唱的歌嘛，一两句就好。好，我一小段这样子。好。就 你想唱了，或是你比较觉得拿手的歌，这样在 KTV 啊，就唱可能退后吧，一点点，就是天空灰得像枯火，离开你以后，并没有更自由。他唱唱歌有，不是我，不是他太突然了，你们刚有抓到他的 tempo 吗？然后就朋友上的对，天空，超突然的，我吓到哎。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音乐人的感觉，因为他很引照在那个音乐里面。然后就脑海中直接想到什么，我就刚刚直接唱了。好烦哦，我就是蛮好笑的，我刚刚真的吓到。那你？我唱那个哦，我最近还点那个魏如萱的，你啊你啊。天哪！会太糟劲吗？没有，不过太想听你唱的。啊，真的？对。不一样的位置。刚刚你不在我的只有你娘娘，哪会我头就要走，一个两个三个你爱的到底有几个。忘记歌词，不好意思。哎、KTV 都有字幕，还是好听的。好啦，今天非常谢谢那个韦静跟那个风泽一起来那个我们茶水间玩，那么最后再宣传一下这首歌曲呢？好，我们的新歌《断讯》已经在数位上架了，在 KKBOX 啊，很多音乐平台还有 YouTube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新歌跟 MV。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多多冲那个点阅率跟冲音乐榜，让我们可以成绩好一点。可以啦，因为现在那个成绩这么好，我觉得往上爬到前十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期待你们到时候就是冲到前十名，可以带我们玩。好，好哦，今天谢谢韦静跟风泽，谢谢。
忘却你。